醒了吗？醒了就过来一下。 真亏你能活着，在搜索时会看到像海滨绿石蟹这种生物一样在岛上栖息的动物，因为它们受到虚空之力的影响，必须消灭才行。既然想想雇佣你，想必你应该很有实力吧。 身上感觉到虚空气息，你该不会藏有伊甸石吧？只要有我琪琪在，任何和伊甸石有关的东西都不能带进这座岛，这点你要牢记在心。好，继续搜索吧，你要小心岛屿奥尔加和岛屿鲁珀斯。 之日蔓延到世界上的那一天，发生了可怕的事，大家应该都经历过惨念。我实在无法理解大家想要那种可怕力量的原因。难道所有人都忘了昏灰之日吗？ 所蕴含的虚空之力，能发挥增强力量的作用。但虚空之力可没那么单纯，别说想利用它了，大部分的人反而会被它侵蚀，最后那股力量会让人失控并走向灭亡。现在进化被虚空之力侵蚀的生物的唯一办法，就是让他们得到安息。 真的没有伊甸石吗？但我确实从你身上感觉到虚空之力。你为什么没被虚空之力侵蚀？我反而觉得你好像能控制那股力量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 你的同伴问问他们，就能知道你的来历了吧？在那之前。
我能测试你一下吗？到那边的悬崖尽头会看到几朵花，你能去把花摘下来给我吗？精炼伊甸石能增强力量的传闻吧，不过精炼伊甸石非常困难，而且我刚才也说过，未精炼的虚空之力非常危险。等等，不完整的变异症很不寻常，不行，快去找你的同伴。